我是玉婷，是我翔，陈佑，我是徐威。先谢谢 Hido， 谢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，谢谢颁奖人 Nova 哥跟 BB 姐，然后谢谢照顾我们的公司跟家人们的支持，最重要是谢谢喜欢我们音乐的人，让我们有机会获得这个奖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经历过低潮，但我们都撑过去了。这段回忆对我们来说是不可磨灭的，更是珍贵的。所以这个奖不只属于 UNUS， 也属于我们的粉丝 UNI 们。我相信今天如果要我们唱别人写的歌，我们不会是最好的歌手。但今天我们自己写自己唱，我们就是最独一无二的存在。谢谢。最后，我想跟不认识我们的人说，我们是冠军男团 UNUS， 曾经是，现在是，未来也还会继续是。谢谢大家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颁发的一个大奖哦。